挑战用五块钱吃一天。今天吃纸条，决定吃多少钱的东西。那我可以抽两张吗？行吧，行吧，既然你挑战成功了，可以吃香的喝辣的。真的假的？先来抽两张，1元。没事，还有希望。4元，那就是5块钱。5块钱一天能吃啥呀？出去找找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交5块钱买了一盒螺蛳粉，早上就来吃个花生和腐竹。看着没啥味道，没想到香香脆脆的，还挺好吃。这个也不错，就是有点干，来帮醋解解渴。午餐时间到，午餐就来吃一个螺蛳粉，放入粉丝，加入配料和灵魂酱包，加入生命源泉，盖盖焖5分钟。哇，你还煮屎吗？你懂什么？这只闻着臭，吃着可香了。少了带调料，这都不太咸了。但这带调料中午千万不能吃，不然晚上只能喝空气了。这汤还挺浓，挺好喝的。晚上继续拿出我们的小盒盒，把这汤料包夹里面，再加入生命源泉，再加点早上没吃完的腐竹，搅拌搅拌还挺香。